Hello， 各位亲爱的撸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电竞全娱乐荣耀篇，我是阿阳。本期视频之前呢，阿阳要跟大家通知一个好消息。为了感谢撸友们的关注与支持，阿阳将在之后的几个星期里不定时抽取两位粉丝送出皮肤或者现金红包，详细抽奖规则阿阳会在视频的最后跟大家讲的。好了，那我们还是进入正题。最近新英雄凯正式上线，凯凭借其强大的能力和其独特的优势免费赠送而深受小伙伴们的喜爱，出场率极高。凯是魔道家族中的一员，也是露娜的哥哥，号称最新单撸界的扛把子，其颜值也在众多男英雄中出类拔萃。那么新英雄凯到底应该怎么玩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凯在一局比赛中强势拿下两个四杀和一个五杀的游戏片段。好，我们切到现场画面。冲进战场的凯首先开启大招召唤魔凯，扔出回旋之刃减速东皇，急步上前便将东皇杀死，然后向前挥斩击飞残血鲁班和真姬，瞬间秒掉二人，又灵活走砍接连几刀将后羿毙命，完成四杀。不一会儿又是一波战斗，凯从侧面挥刀砍进战场，将后羿击杀，隐身到其身后的阿珂配合鲁班在后疯狂输出，将凯打成残血。凯此时丝毫不慌，疯狂走砍，将阿珂和鲁班二人斩于刀下，随即拉开身形等待技能冷却，回头却被东皇控住，凯发火了，一刀挥过去，东皇也是一命呜呼，又是一个四杀到手。回过身来，下一波团战也一触即发，凯在野区遇到东皇，提刀向前砍去，三两下东皇当场毙命，然后凯推上了高地，召唤魔凯，一个旋风斩击飞后羿，三刀砍死，一旁的小鲁班也是被爆炸伤害瞬间击杀，已然残血的凯回头遇见满血阿珂，并不畏惧，简单几刀外加一个跳斩，阿珂便烟消云散，随后而来的真姬也被击杀，自此凯以一敌五完成五杀。新英雄刚出场就表现出很强势的一面，技能伤害炸裂，有人测试出一套出装能让凯打出12000的暴击，简直一刀一个人头啊！凯的被动让凯具有很强的单杀能力，一技能的回血效果让凯具有很强的抗压能力，而减速效果能有效的留住目标，二技能位移和击飞效果不错，大招则是完全释放凯的魔性，提升移速和攻击力，期间大大增强他的战斗力。纯输出装的凯还未切进战场就有可能被秒，所以出装阿阳推荐半肉出装，暗影战斧、抵抗之靴、冰痕之握、破军、魔女斗篷、复活甲，保证生存的情况下还能打出极高的输出。当然各位撸友朋友们，如果有更好的出装选择，可以在视频下方进行评论。视频的最后就到了跟大家讲抽奖规则的时候了。不知道撸友朋友们有没有用过 Excel 表格，这个软件里面是可以生成随机时间和随机关键词的。为了保证抽奖的公平性，安安决定在评论、转发、收藏这三个指标中抽取两个进行抽奖。第一个随机数最终决定该视频粉丝评论第几条可以中奖，关注再评论才有效哦。第二个随机数呢，将决定另一个中奖粉丝是从转发中还是收藏中抽出。阿阳会在 Excel 表格里面随机生成一天24小时中的任一个时间点，精确到分钟哦。这样一来，两个随机中奖名额就能锁定了。下面我来演示一遍，这个表格的四个格子的随机参数，阿阳已经设置好了。当我们按下 F9， 就可以直接随机出一组数据，根据这两组数据，就可以在后台锁定中奖的小伙伴了。对于同一时间两人重复或者是落空的情况呢？阿阳会选取互动时间最靠近中奖时间点，或者相同时间两位中更靠前的一位。总而言之呢，大家只要评论、收藏、转发，就很可能抽到你了。本期抽奖皮肤是小乔的独角兽皮肤，或者等值的现金红包。在下一期视频的结尾将放出本期的中奖名单和抽奖录像。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有什么精彩好玩的视频录像，可以投稿到屏幕中的邮箱。另外，喜欢开黑的小伙伴不妨加一下我的开黑群。我是阿阳，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们下一期再见喽。